对于我来说，谭生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。把出轨的证据发到网上，是谭生给你出的主意吗？朱小磊的情人找到我挑衅，我受到刺激，一时冲动，才把谭生帮我查到的所有证据放到网上的。聊得怎么样？你当时对安瑞云不只是同情吧？多少？还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情感。是。他让我把这张卡还给你，他不需要。也谢谢你这么多年对依依的照顾。还有，他让我捎给你一句话，说那一天是他自己说气话，激怒了朱小磊，和你没关系。是我自己激怒了朱小磊，我也希望他能够原谅我的自私。去打个招呼吧。就没有什么想问的。是因为安瑞云的案子，你才转行的吗？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偏激，又不喜欢受约束，所以对衣冠楚楚
一本正经的跟人打交道这些生活感到厌倦。安瑞云那个案子是我第一次面对真实的自己，那个案子看似每一个决定都是安瑞云自己做的，其实背后都有我的推波助澜，是我助长了他的愤怒，让他变得更偏激。所以那个结果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你想听听我是怎么想的吗？可以啊。客观条件的确会影响主观意识，但最终一个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，不是吗？你好。怎么，不认识了？哎，你好，司文总。我要见方建设。好的，好的，司总，您稍等。针对于对方的第二次融资呢，我们也非常的谨慎，派出了咱们的专业人员。这个具体的情况都在报告里有写。啊，我回去看。方董，苏文来了。苏文，在小会议室。好，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稍等，我看一下啊。放心，数一数一共多少份。这一组都是定投的，对不对？你稍等啊，我确认一下。苏总，您的水。稍等，我先给你拿过去了。三代一。哎，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！上来就出二是吧？我不要。四个五，哎，这又炸了！哎，帮我打一下。好嘞。你要不要？四个五啊。嗯。哎，小七，你要不要？啊？赶紧的。喂，嫂子，喂，嫂子，那个素儿姐突然来井上了。素儿去井上了。啊？要不要？要我说了。不要，我不要。哎哎哎，真对啊！苏文总有何贵干？
思？你先别急，仔细看看再说。锦上安和两家公司的材料都找齐了，不容易吧？还好。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特意给您送过来，劳您估个价。你这是敲诈。方董，你这用词不太准确啊，这怎么能是敲诈呢？这难道不是索贿吗？嗯，之前的事情是个误会。哎呀，方董，我大老远的过来，应付我可就没意思了。那就按照做事儿的规矩开个价。您好，我想问一下。林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所里派我来处理点事情，时间有点紧，所以没跟你打招呼。处理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在休假吗？临时安排，你们俩来办事儿的吧？那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事儿，咱回头联系啊。我们去外面聊吧。走啊。给我，你为什么去找方建设？是不是去要挟他了？没错，我是找他要钱去了。怎么了？我被他们陷害，险些身败名裂，去要点精神损失费，怎么了？不应该吗？你在犯法。就算我犯法，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是警察还是法官啊？我不想让你走错路。走错路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。真真，你给我那颗肾马上用到头了，你能再给我一颗吗？能吗？我需要钱，我需要钱续命，我还没活够呢。素儿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不想死，我想活下去，我不想再躺在病床上等着奇迹出现。你这样傻的只有一个，都再也遇不到了。你知道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吗？是足以把方建设拉下马的证据，是钱。
听话，把东西给我，让我走行吗？啊，这事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给我。素儿，我只有你了。我只有你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骗不了我。你要的多的钱，你只是为了去给我还债。你少自作多情了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只要你把那些钱给我，我能拿得心安理得吗？阮真真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能把事情处理得很漂亮，你不但能把债还清，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，知道吗？那你呢？我就是个将死之人，活不了几年了。你不能去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董事长，小秋啊，功亏一篑啊。董事长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拍下视频。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，只能先委屈一下你。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这样做对你、对我、对大家都有好处。至于你的女儿和你的家庭，我会安排人妥善的照顾。董事长，事情远远没有到想象的这个地步，就是一段视频，它证明不了什么的。至于素文那里，既然肯要钱，那就好解决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给他钱只会是后患无穷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啊！说到底，这是一个经济案件，在里面待不了几年。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亏待你。
赶紧的。只要我们现在争取主动，就能够抢占先机。委屈你了，董事长。遇到这种事情，畏罪自杀不是没有可能。但是你不会，因为你是聪明人。对吧？我明白了，董事长。一个 K， 不要，哎呀，一个二。哎，你找到什么？嗯。哎，苏婉，你去锦上了？去了。事办的怎么样了？林少文。你去自首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喂！鬼，苏文，一个二，没有，一个六，一个圈圈，不要出牌，出牌，谢谢老大。哎，哎，放了胶了吗？放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五个五。快点快点，一个尖儿一个尖儿，不要。是。要不过去看看？让他自己待会儿吧。有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只能自己去面对，自己去消化的。再好的朋友，再亲密的关系，也无法分担。感悟人生呢？算是吧。人这一生啊，变幻莫测，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，有太多的不可预料了。但是人生也有很多的不期而至，别那么悲观，积极点。可能是美好，可能是灾难，但不管是什么，我们都要去面对。说的没错。哎呀，干嘛去了？过去了。谢谢。坐下。是不是傻呀？坐下。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我打不过你俩，玩了。
肖总，那都约好了，你怎么放我鸽子呀？嗯，我知道您忙，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好的，那我等你消息啊。嗯，好，再见啊。嗯，说是临时有事儿，来不了了。哥，你这么着急找一个船老大干嘛呀？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呀？你觉着呢？哎呀，方董的心思我怎么能猜得透呢？我听说邱志谦出事儿了，电话都打不通了。你听谁说的？就是一阵风吹着吹着就吹到我这儿来了呗。检查组查出一点小问题，没大事。喂，啊，找到人了，好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别着急，天黑以后动手，这次千万不能让那个姓夏的跑了，啊！您这是又算计谁呢？一个小喽啰不值一提。嗯，您先玩着，我去趟洗手间啊。啊，好。喂，你赶紧走，姓方的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。如果老板不想让你们走，你们就谁也走不了，懂吗？懂。真的懂？啊，真的懂。道理很简单，麻烦是你们惹的，没处理好，老板不会让你们一走了之的，由着那些麻烦去找他的麻烦。哦，不，转告老板，我一定不会让麻烦找到他。一定。嗯。事情明摆着的，火星子扑不灭，就会烧到老板。陈明啊，不是我不愿意扑灭火星子，实在是眼下这种形势，花再多钱也没人敢动人命啊。你可以自己亲自做。
是让你在外面等着吗？外面人更多。现在不光是警察在找你，姓方的也在找你。那，你可得藏好了，最近不要联系我了。等我找到人，就直接把你送出去。这么点儿？现在谁身上还带现金啊？柜员机一天只能取20000，这点钱我能撑几天呢？你就熬这几天嘛，出去了以后那些钱还不随着你花呀？那，密码在后面。信方的20000都在里面。我骗你干嘛呀？收好了，出去再花。你可快点吧。我比你更着急。你赶紧走吧。出去的时候小心一点，躲着点摄像头。陆阳都不知道我假装许佑宁的事儿。信方那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知道我藏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现在他是知道了。对了，我提醒你啊，你千万不要财迷心窍的再去招惹他啊。不是，你不说好了，巧一点是一点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怎么好端端的又要让你回广州配合调查呀？连调查什么都不肯说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如果是针对我的调查，早就跟上次一样直接来人把我带走了，才不会打电话通知我回去呢。既然给我打电话呢，那就说明跟我关系不大。我估摸着应该是和张琪要诬陷我那事儿有关系吧。那姑娘啊，也太无法无天了，是该好好处置处置。年轻人嘛，有工作能力，急着上位才走外道的。再想上位也不能害人呀，差点给你害惨了。不说别人啦，说说你吧。说我？我挺好的呀。别装傻，就你跟谭生那儿到底想怎么样啊？顺其自然吧。你放心，我管天管地也管不着你谈恋爱，但是呢，我还想提醒你一句，凡事不要陷得太深，投入之前先想清楚到底值不值得。值得。就这么肯定吗？他人挺好的。挺好的？哪儿好啊？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冷酷无情的，可是了解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挺真性情的，心里面住着个英雄。真的喜欢吗？我喜欢他。刚刚得到消息，邱志坚自首了，承担了所有罪名。承担了所有罪名？那不是跟方建设没有关系了吗？我明天正好回所里，我问问徐总什么情况吧，他
他那边应该知道的更清楚一些。喂，说话，方先生，你行啊啊！你以为你把邱志坚推到前面顶罪，你就没事儿了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手里可是有东西的。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赶紧把钱给我打齐了，不然我可就把东西交出去了。到那时候，自然会有人弄死你。事下心凉吧。别再演戏了。我知道你是下心凉。那你可知道我在车里发现什么东西了？肯定不是那份名单。否则的话，你不会让自己假扮成许攸宁的。你确定？不但确定，我还知道沈南秋和你是一伙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吗？那我就说几句你能懂的。沈南秋是不是承诺要送你出去，而且还答应和你分钱？你就死心吧，沈南秋不可能分一分钱给你。把你送出去，他是想要灭你的口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栽在你的身上，他自己干干净净的，什么事情都找不到他那儿，懂吗？他不敢，正好在我手上。这个账户，你确定是真的吗？像一束烟火闪闪发光。
诉说天堂模样，我假装如迷，嘴角上扬。你走向我，像泪光中浮现的月光。